去想办法创造出一些意义。到了现场以后，曹华导演就根据我们每个人的特点，然后又给我们改动作，给我们设计动作。给我杀！稍微的癫狂一点。杀！你是！我们在讲故事，你要保持一个人物的一个贯穿性。打斗一定要根据剧情，根据。